我们来班丹银的吃肉骨茶。巴士一样，一位的22块，因为猪肉涨价，猪肉涨价。猜猜看，我们这样吃了多少钱？我猜是60块。这是他的地址啊。猜猜看多少钱？70块7毛。70块7毛。包路，走路，走路。现在我们要去这个地方，都打在 S 线。出京在这里都是用地铁，非常方便。越来越像新加坡的地铁站了。我们到了 DRX。坐地铁从市场街来，4个站而已。所以如果你从市场街来 DRX， 坐地铁是最方便的了，又快又不会淋雨。这里就是 DRX Exchange。 哇，这是什么咖啡这么爽。Tesla payment only 100% only 全部拿着咖啡一直在自拍的，我看到吗？大将来了，大将。好了，个副卡好多嘢食哦。哦，你怎么甜甜的嘢哦？这喜茶这么好生意哦 ，Food Exchange。这个是 Day One， 不是 Dayoni 啊。南洋咖啡，艾斯柠檬。华阳咖啡，龙口搞的哦，最出名的三样啊，华阳三宝。啊！中国川菜，
泰丰。意见拉面哦，又多一家新的咖啡，地沟。好平啊，十蚊。耍扣幾多？唔怪得沙巴冇咩生意咗啦，咁多競爭。呢個第一排睇到我，做咩睇住我哋笑嘅？想翻落去嘅。呢度啊，裝修幾靚啊！我中國湖南菜，越嚟越多中國餐咯。中國湖南菜要排隊啊！本餐这面包好料的，好多特别耶，哦，果料 fried chicken， 好多人哦，果料 fried chicken， 哇，这熟悉都排队了，看，地来巴西，咩都排队了，这个。前面有两只牛真的哦，我还以为是真的，很像哦。哦，很像真的哦。然后瘦一点。你似啦喂，佢咩仲喐喎？啊尾巴喺动啦嘛，原来这边里面是卖眼镜的，卖眼镜，卖眼镜，要排队。应该今天汇率吧，应该它上去1.53，估计1.51到1.52这样。都是大品牌呀、啊。Buy one free one， buy one free one， 卖红酒。这里就是 The Action DRX， 哦，这里可能是酒吧街吧。
啊，这地方好美啊。哦，雨停了，雨停了。我们来 DRX 啊，一定要出来这边逛逛了，这里很美的。刚才我们在上面的地方看到吗 ？Dining Tree， Dining Terrace， Prada。这里可以看到跑的链，你们看到 KL Plaza 吗？准准一个洞也看到它，看到吗？所以有上过上面的报个名上来啊。哇，这里下过雨啊，特别凉爽啊，非常舒服。我们的地方，OK， 我们看到对面有很多东西吃的，我们过去看看一下。就是这里，沙坡路。就是这个地方，过去看一下。OK， 往下走。都盖那个 training 呢？那是盖全部在 briefing。好美的夜晚啊！这个就是 DRX。我们过去看那边有什么东西好吃。KOCC。这里海角人，海卡浪。好多人在排队等哦。排队哦，没有本事吃。排队排很久很久啊。One three four, one three five。外面还这么多人在排队耶，看到吗？坐在那边等。太多人排队了。海鲜粉、鱼头粉。走路太多人没办法，我们去别个地方吃。哦，这里直直走过去就是爬 V 链了。走在吉隆坡的街上不用担心，这里很安全的。哦，这就是吉隆坡著名的福建面，这是吉隆坡其中一间著名的福建面。我们从 DRX 走到这个爬 V 链哦，厉害吗？前面就是跑皮链了，我们终于走到了跑皮链了，看到吗？
大港。这个左国亚是好料的那个自助餐，左国亚不会 restaurant。这里就是不给冰档了。我们走着走着来到帕威链喽。帕威链好多人啊。哎 ，Let's go， 下去上面看。没有人哦，谁也不通。全部收了，九点半了。走了一圈，感觉到这边全部都是外劳在卖啊，没有看到师傅，看到都是外劳，没有见到这个师傅了啊，菜篮。走喽。OK， 我们逛到脚软喽，现在要回去市场街了，脚软了。我们坐回去巴士生意，我们住的地方，这边找地方喝酒。九点半的地铁站，还有一分钟，地铁就到了。哎，雨停了，雨停了，回到我们酒店附近了，回到我们住的酒店喽。看，逛了一圈回来了。看到吗？这场子密达利天天都在排队的，这里的生意好了可怕。又在加桌子喽，在加桌子，前面全部都是。这是我们喝酒的老地方，喝完酒回酒店比较近。我们在路边喝酒，老地方喝酒。OK， 我们今晚就到此为止啊，晚安，晚安。